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袖手旁观新鲜事》。有一种奇特的中药材，它的下部像条虫，身上有环纹，腹部有八对足，它的上部却好似刚出土的小草。这就是我国特有的珍稀药材——冬虫夏草。自古以来，就有不少人认为虫草冬天是虫，到了夏季就变成了草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生物学家经过反复观察和研究，终于揭开了其中的秘密。原来冬虫夏草是一种叫做虫草菌的真菌，寄生在鳞翅目昆虫、蝙蝠、蛾、幼虫身体里的形成的。立秋后，虫草菌的子囊孢子成熟，散落到土中。冬天，蝙蝠、蛾的幼虫躲进泥土里越冬。当虫草菌的孢子遇到蝙蝠、蛾、幼虫时，就伸出菌丝进入虫体内，吸收虫体的养分，生长发育。菌丝繁衍蔓延，并环绕成团，形成菌核。到最后，菌核充满虫体，死幼虫只剩下一层皮。冬去春来，大地回暖。到了第二年春夏之际，由菌核从幼虫的头顶长出一根棒状的子实体，看上去酷似一根草，因此人们叫它冬虫夏草。由此可见，冬虫夏草实际上是一种真菌寄生在蝙蝠、蛾、幼虫上而形成的昆虫和真菌两种生物的结合体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僵尸蚂蚁，一种寄生真菌控制蚂蚁的行为，让蚂蚁变成自己的傀儡。当蚂蚁死后，真菌长出会制造感染区，所有路过的蚂蚁都会被感染。而冬虫夏草与僵尸蚂蚁有相似之处。同为生物共生关系产物，从字面的意思理解，冬虫夏草大概就是冬天是虫，夏天是变成草了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的朋友请点击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